这腐败嘛，现实还是存在的，是吧？应该还应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。一旦出现了这个台湾海峡的分裂情况，那么我们就不怕，就会采取一切的手段，不怕一切牺牲，排除一切困难、干扰和破坏，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西部开发对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团结，祖国的这个稳定，边防的巩固，它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走，回国。 沉重打击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，果断处理法轮功邪教的问题。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。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，廉洁从政是对各级政府 It is about time that the government addressed corruption in a very forceful way. And Zhu, we believe, himself is behind the push, the recent push to curb corruption. We are against any harm 推行两国论和台湾独立等严重的分裂活动，绝不会坐视不管。